多谢李勇啊！即卖来关心南投的消息。南投县鹿谷乡的一座休闲农业区，为了要好地方，会当充满着过年闹热气氛，特别打造一条夜间的走廊。即唔然用竹啊编的土啊，佮有竹工的创作搭配 LED 的灯光，有袂少乡亲专工去欣赏。过年特别到，为了炒热闹热的气氛，小半天农业区邀请文昌国小、含镇南、德丰、含雅川，做来用竹啊编一只土啊，每个到达 LED 的灯会，德光装的艺术，写真侪民众来在翕相留纪念，营造出就是春节喜气热闹的气氛。打造这个艺术景点，来当展现地方的文化特色，嘛，让石马公园在暗时啊变个真水，预计开放到元宵节进。有兴趣民众会当把握时间来这欣赏，欢迎大家可以来跟竹编兔宝宝合照，还有我们这个跟樱花拍照哦。最近在石马公园粉红色樱花嘛渐渐要开花，和游客在日时暗时有无同款的感受？欢迎民众会当亲身来这体会小半天石马公园的水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